候，很厉害 ，OK。还有，如果你是包裹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高雄叫做 KSC，OK，、okay? 高雄 Custom，OK、okay?。我们都找了五个在这个议题上面非常非常有他的专长、他的专业，我们就会开始筛选说哪30个孩子是真活动，就是在地老行业的测试。那我是带了班上的同学，然后借由在地的一个导览的小姐，然后带我们就是走访哈马斯。像卡达，他在2月5号的时候就已经把他们的那个所谓的资源用完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可能生活的形态是这样子。那这样子，你出所就是离开你教育的范畴，不止现在校园，不止现在教室里面，你要到现场。校园怎么样？海水，你呢？蛮有趣的。还有第一个是那个什么，那个师傅，我叫。哎，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走出西湾，希望高雄。那五个地点，五个议题。五个学分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。走出西湾，希望高雄，大家有空一定要来参加。